无知正泪滑，逃亡添性格，空得艳莫光如麻，谁料金屋变败瓦。命里有时终须也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Tennessee 5322 California Control 127.5。共机罕见打开无线电频道，指控美国军机挡住去路。而根据航迷记录的航机图显示，美军军机在台海中线以西不断绕行，随后更收到国军驱离共军的广播。中华民国空军广播，位于台湾西南空域，高度5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，你已进入我空域，影响我飞行安全，立即回转脱离。我们看啊，老共的飞机啊，在台湾哦，南部在这边，在我们的中线靠我们这边呢，绕了一个半钟头呢。而且故意哦打开那个什么 ADS 什么东西啊、哦、ADS B 信号，就让你们通通知道哦，让你们侦查到我就是在这边闹一个半钟的中间，我们各个机场台中、台南、什么屏东一直飞上去哈、哦，好几批上去哈、哦，等等，他这边跟你搞，每个都跟他反话，你走吧，他这边搞了一个半钟头，从来没有过那么久，而且他还讲说前面不是美国人吗？是美国的，那是美国，意思说台湾是美国的啦。哦，我们现在在你的台湾南北及台湾海峡，哦。也就是你们还叫再叫到你上空去演啊、哦、在你台湾的上空演习啊、哦。那蔡英文说呢，有信心保护国家，陆委会说不要误判形势啊、哦。那另外呢，国军昨天晚上突然发布了一个79秒的影片，说你共军呢，如果你犯台必定迫使你失败。